不是每个女人成为北王的王妃都能让我如此在意，只因为你是马宅星。宅星叩见陛下。你要请旨一同找回宝纳公主？望陛下恩准，此次宝纳公主夜奔出城，博王殿下入狱，宅星同样有责任。宅星盼望戴罪立功，尽快安然找回公主，救出博王。找回宝纳公主一事，朕已命二殿下和丞相去负责了。不过郡主聪慧，八年前更是破了夏侯义一案，朕至今印象深刻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朕就破个例，让你率百名皇城禁军速速救回宝纳公主。多谢陛下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你若能找回宝纳公主，便是朕要谢谢你了。朕也知道公主对博王百般的纠缠，不知分寸的烧了盟书，但是涉及到公主的安危，何有真？你知道朕是最痛恨受人摆布的，但是此次朕身不由己，若是不能救回宝纳公主，那朕只能牺牲博王了。翟星定不会让陛下痛失任意皇子，只是小女有一请求，望陛下成全。说吧。翟星希望能入大牢见一面博王殿下。宝纳公主遇袭之地，博王殿下乃第一个赶到，殿下既然到过现场，必然能察觉出蛛丝马迹。翟星需问一问殿下，获得更多的线索。就算是朕让你去见了博王，只怕那护卫长不会放心啊。陛下，就算护卫长心存不满，可以刁难，翟星也有办法说服他们见到殿下。国王乃朝廷要犯，任何人不得探监。马郡主请回。你可知郡主乃是未来的博王妃，还敢有所刁难？哼，说句难听的，找不回我家公主，你们从此还有没有博王都不好说呢。我们与护卫长一样，同样希望公主可以平安归来，眼下该做的不是相残，而是齐心协力。好听话谁都会说，郡主不要白费唇舌了，请回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与护卫长做个交易。若是你让我进天牢见博王一面，明日午时前我定寻回宝纳公主，否则斋星任凭处置，如何？两命相抵，这个代价不算太差吧。既然郡主这么说，那就请吧。一起死，难道是郡主想要的？我想要与博王一起死，
但我更想要的是与殿下一起活下去。我都听海蝶说了，殿下是因为担心我的伤，所以才立言斥责宝娜，坦诚赐婚，退还礼物。得知你所做的这一切，我还能置身事外吗？君主误会了，我斥责宝娜对你的伤害，只是因为你是博王妃，保护朝廷的声誉而已。那殿下，放在我手心的香囊呢？也仅仅因为我是博王妃吗？我已经向陛下请旨，连同陛下的禁卫军一同寻找宝娜公主。不准去！我人在大牢里，没法护你周全。那就让我来保护你。无论多危险的事情，你都为我做过，不是吗？在我并非博王妃的时候，你就从通州少主的手里救了我，并且为我身负重伤，也为了我的救急，在大雨中斥退重重禁军，抗命带我离开。更破令让我进入你的别院，安慰孑然一身的摘星。而此时更是因为我身陷大牢，就算你为我做的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是御赐的博王妃，那也没关系。我一直在这守候，未曾变过。不是每个女人成为本王的王妃都能让我如此在意，你从没放弃的，只因为你是马宅星。望穿星空，你的目光中坚定而温柔，想对我诉说的为你坠落，燃起爱情的花火。这个七夕的礼物等救出宝娜公主，我要你亲自送给我。你的脾气一旦决定，只是比宝娜还难去。此次前去带上文野、莫萧、海蝶，你一定要小心，抓住公主的人武艺甚高，公主身边的护卫个个被一刀致命，注意安全。多谢殿下提醒，我还需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作为我此行的护身符，我要你的血。